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欢迎回到鸡大宝的吃鸡小课堂。上期大宝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次体验服的新地图山谷，而这期呢，大宝就来详细的跟你们讲讲这张地图上的几个打卡点。第一次看到这张地图，就有两个地方引起了大宝的注意，这第一个就是这个鲁冰花海了。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去看看吧。随着画面的加载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片粉色薰衣草，搭配着风车以及远处的雪山，可以说是很漂亮了。不过只可惜这边的风车并不会动，不然会更加漂亮。整体的布局像普罗旺斯的薰衣草花海，如果去不了普罗旺斯的小伙伴也可以考虑一下来山谷的花海啊。而且这里将来必将会发展成为表白圣地，所以趁现在人少，赶紧带你心仪的小姐姐来这吧。这第二个地方是位于左下角物流城附近，这个地方的集装箱旁边有一艘废弃的粉色船。大宝之所以推荐你们来这，不仅仅是因为这艘船是粉色的，最主要的原因，这艘船是斜着的，所以进门你会发现整个船舱里面都是倾斜的，想要正常的穿越通道其实是非常困难的，很容易卡住。但是如果蹲下的话就可以正常穿过了，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所以废话不多说，赶紧来打卡吧。这第三个地方就是右下角的瀑布了，可惜今天天气不好，上次大宝来的时候这边还有彩虹呢，这次没有，多少有点可惜。不过这并不打扰我们拍照打卡，不仅如此，这瀑布下面可是有好多个狗分点呢，大宝这里就先不展开说了，我们下期再聊。这最后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出生点温泉，这里的温泉可不仅仅是普通的景色，而是真正可以泡的温泉，站在里面是可以恢复能量值的，是真实的可以回血温泉。不过具体的展示我们放到下次吧，如果想看这个温泉的具体测试，大家可以关注后续的小课堂。好了，本期的吃鸡小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以上就是新地图的四个打卡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